其实五 G 呢，就是让我们可以做到在很多场合，比如说救灾的场合，还有一些像边防上，还有一些呢，就是说像我们将来的基层和大型医院的连接，我们完全可以做到，就是让外科医生做的一个标准化的术式，一个人可以去做几千公里，或者是那个几百公里，各种各样的这样点对点的一些连接。